是 Eric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耳。恭喜我们的订阅已经破2万了，好感人哦！好感人，真的很高兴。我们经营 YouTube 半年来，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。真的？那为什么是这个奇怪的数字，然后来拍这个2万的 Q&A？ 为什么 Q&A？因为我们其实10000的时候，我就有说要不要拍 QA， 然后结果这个人跟我说才10000就拍 QA， 然后破10000拍 QA。对、啊。然后在这个10000到20000的过程中，我们就发现，就是大家一直对我们有很多的疑问，好像到10000是一个有点遥远的一条路，还是20000就先来拍好了？所以才会是这个数字。回答大家一些疑难杂症。我们很特别，不想追随人家的脚步，大家都整数，我们就不要整数。我们下次要什么时候？62000的时候再拍一次 QA。那现在20000是整数，那我找一个什么？2017年20170的时候，我PO在你发布的时候多2018，不管了，就是这样。首先，大家最常问的就是，哎，海伦大，你们是情侣吗？真的不是。哎，海伦大，你们是不是在交往？你们是男女朋友？没有。哎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还有人在下面回答说是，他们是。为什么？我想说 ，Who are you？ 你怎么会知道？其实我一直在想要怎么证明不是男女朋友，因为证明是男女朋友其实很简单，就懒机就好了嘛。那让我赏他18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仇人，这不是。结果还有人留言说他们打情骂俏，他们真的很难相处。好难，人生好难。我们来发个誓好了。我们歧视的话会怎么样？好啊，我赖柏荣。如果我真的跟周永浩在一起的话，周永浩走出去会被汽车撞死。大家好，我周文浩跟赖柏荣真的不是男女朋友。如果我们是男女朋友的话，赖柏荣大概走出去会被天打雷劈。可是大晴天。没有，大概会下雨。你知道最近都有午后雷阵雨。OK， 好，这样你们满意了吗？希望大家不要再有这个好奇。然后后面就还有人说你们是同居，还有拍一些在家里的影片什么的。就对。我们是可以约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一起到达那边。我们不一定都要一直生活在那里才能拍这种类型的影片。OK， 你刚刚有点饶舌，我们可以一起到那个地方，然后从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，不一定要在那个地方，然后一起同居。那个地方其实是我的阿尔玛家。阿尔玛家 ，Erica 的阿尔玛家。阿尔玛家，因为我们拍很多戏剧类型都在床上拍啦。那个床呢，其实是我小时候在睡的床，那现在是我妈偶尔会睡在那边。大耳床上穿着袜子走上去，我也真的是。妈妈会生气。Sorry， 阿姨，对不起。大部分的居家环境都是我的阿嬷家。阿嬷家没有同居，没有在一起，没有交往，我们是男女朋友。好，那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，我们是大学同学，从大一就很好到现在。戏剧系，所以我们常需要一起做表演。一路学校表演给系上的学长姐看，认识我们这样子。我不想要自己上去，我就很尴尬。找个组合，然后也可以认识新同学。那你干嘛找我啊？你为什么那时候会找我？而且我那时候怎么知道你是中山信？而且我们是不是没入学就开始约恋？那个时候用雅虎即时通。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讲什么？他突然敲我，然后跟我说我们可以一起表演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你干嘛想把我、啊？下一个。还有很多人会在上面留言说 ，Eric 看起来好像迪丽热巴。女神风呢？我的女神风呢？好想要女神风哦！我先走。哎，不要这样，迪丽热巴超美的耶！你知道我常常 Facebook 就看到很多人在留言说，好多女神在自称自己是迪丽热巴，然后我想说。是别人说我没有自称哦，我吐了，好开心哦。这还有谁啊？陈乔恩、应采儿、陈婷妮、Janet、陈意涵也比较多人讲。陈意涵大学就有人讲。比较让我不解的是 ，Erica 长像白痴公主的姐姐，人家已经26、27岁了，你可以说 Erica 长像白痴公主，为什么要说 Erica 长像白痴公主的姐姐？长像白痴这件事情我是高兴，但是长像白痴公主的姐姐，你知道女人最 care 的是年龄。大家好，我是白痴公主 A 减痴痴王美，我今天小八七们不要再说我是姐姐咯，我比较小好吗？超级白。还有一个留言我也觉得很酷，大耳好暗淡好憔悴哦，在会发光的 Erica 旁边看起来就是更暗淡。我觉得我在我们这频道我会被霸凌，我笑翻，我真的是很高兴留这个留言的朋友，真的有很有才华，我也这样觉得。发来一周打在我身上，让我们的光都打在你身上。哪有？现在光在你前面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你不要再给我骗。好啦，我个人就是天生欧巴爹，怎么样？对他就是暗淡憔悴黑眼圈重，我就是很累，人生很累。好啦好啦，顺便跟大家讲，影片其实都是他剪，所以大家不要再霸凌他。他真的会比较晚睡一点。最近也很多人说什么大耳是暖男哎、欸，对他出去都会记得要多戴顶安全帽，然后会载我。完了，等一下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对啊，他对 Erica 好好，他们真的应该要在一起，好暧昧。
我们要这样一自言自语像神经病一样。通常脚本发想是从我们这边来的，然后我就常常把它写成一些莫名其妙的角色，因为那是我控制的啊，不过你可以剪掉，就是他剪的，两个人都要各控制影片的某一个东西。如果真的那种东西我都要剪掉，我们就没有东西，就是一切都没了。渐渐的酸民就会出来，他们也没有到很酸，然后会讲出说啊，你们影片啊不是应该怎么样吗什么的，然后就有另外一个网友就会跳出来帮我们回应，然后觉得很感人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没关系啊，有批评才有进步。对啊，这支影片结束之后，我们希望这半年来拍的影片，然后你们如果有看过觉得特别喜欢，就在下面留言给我，可以的话说为什么原因，然后知道大家都会喜欢看一些什么样的内容，才可以调整我们频道内容，然后让我们自己更好，希望我们可以越来越进步。没错，未来我们也会再推出一些别的企划。对，现在有就有在规划咯，听说接下来的某一支影片会有抽奖活动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的支持我们。没错，还没订阅的话赶快订阅我们哦，继续订阅跟按赞，还有脸书按赞，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哦，拜拜拜拜。